Whitehorse City Council 会向居民提供垃圾收到和废物回收服务。这项服务包括每周一次的垃圾收到、每两周一次的废物回收和每两周一次的花园垃圾收到。废物回收桶和花园垃圾桶会隔每一周轮流收到一次。市政府还提供大型家具的预约垃圾收到服务。花园垃圾桶的桶盖是浅绿色的，用于余下的花园垃圾。树枝、植物修剪枝条、草坪剪草、杂草。嗨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我刚刚搬到这个社区，我想问一下，花盆可以放到花园垃圾桶里吗？花盆不能放在花园垃圾桶里，这个垃圾桶里只能放有机垃圾，这些垃圾会被制成堆肥，但是塑料花盆可以被放在可回收垃圾桶里。幸亏你告诉我听，我以后一定注意不把这些东西扔进去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放到塑料袋里的花园垃圾可以放到花园垃圾桶里吗？花园垃圾不能放到塑料袋里，因为塑料袋不能和其他有机垃圾一起适当分解，会破坏堆肥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不客气。请在收到日前的前一晚，把垃圾桶放在街沿的草地上，垃圾车会来收到。当你的垃圾桶清理完毕后，请务必带回家中。